注音乐园二鸡七夕。啊哟吼，叮当叮当，我是叮当小丑，欢迎光临注音玩具乐园。哈哈哈，我们注音玩具乐园里有各式各样的玩具哦。耶，我们快点去玩。哎，还不行啦，你们要先认得这三个注音才行。这是鸡，机器人的鸡。这是七，气球的七。这是西，雪橇的西。鸡七西，我们记起来了。记下这些注音符号要做什么呢？哈哈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祝你们好运。好，谢谢叮当小丑，我们出发了。哇，是积木城堡。耶，我要玩。咦，城堡的门关起来了。哪一个注音符号是鸡呢？答对了就能进城堡玩。啊，我知道，刚刚叮当小丑有教我们，是这个鸡，鸡，积木，机器人。什么？你们怎么都知道了？答对了，欢迎巧虎、琪琪和妙妙。嘿嘿，哎呦，那我呢？我也好想玩哦。哎，是气球，陶乐比，气球上都有注音符号。你抓住有注音符号七的气球看看吧。是这个吗？还是那个？是这个七气球球池。哇，是气球步道和球池耶，好棒哦。玩累了吗？一起搭雪橇吧！哇，好棒哦！是雪橇耶，这台好可爱，我要坐这台。哎呦，我的屁股啊！哎呦，我知道了。刚刚叮当小丑还有提到注音符号西，要选这台注音符号西的雪橇才能坐上去。西。雪橇，寻路，耶！坐上去了。你们学会鸡、七、西的注音符号，哦，太棒了！叮当，叮当，变！叮叮当，叮叮当，玩具乐园真美妙。鸡，鸡，积木，机器人。七，七，气球，球池，西，西，雪橇，寻路。